伊个车边啊，讲那辆车是我的车卡啊。听有听到做大声的。嘿嘿嘿，这个犯人是车卡。讲啊，我叫阮家己有出来，啊，因阮会听讲。二十三的脊椎啊，什么的，对伊有伤害。哦，迄阵阵才会讲话对啊。讲阿斌，拖出来。从25日，一名男子驾驶四小货车往龙潭方向行驶，行经大园区石园路，与同向普通重型机车发生擦撞。造成妇人送医不治身亡。修理车，白色修理车，结果阿北冲出来之后闪过他了。我看到的时候还有刹车，刹车痕，根本来不及，就撞他的头。